亲爱的弟兄姊妹，希望你们在家里好好照顾自己啊，然后呢要多一点小运动，做一点小多一点运动啊，然后挥挥手啊，然后做一点运动啊，很重要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语。我刚巧彭彭有在教会，所以就有机会跟你们见面，跟你们聊天，至少你们可以看到我，但是我都很想念你们，不能够见到你们。好，但是没关系，你们又为我祷告，我也为你们祷告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看雅各书第一章第六到第七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呢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好，我们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有这美好的机会可以聆听你的话语。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保护我们，祝福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献上感恩，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整个月呢都在学习祷告。我们呢不能一边祷告一边怀疑神是否会成就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若是呢我们常常怀疑的话呢，要怎么办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信心在于选择。只要我们选择相信，就能相信；只要我们选择怀疑，就会常常怀疑。所以你说林牧师不住的祷告，我祷告了整整的一年，为什么耶稣不垂听我的祷告？我想告诉你，我为了一件事情可能祷告了三年，神最后才垂听。所以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孩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媳妇。那我们祷告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够，主啊，求你改变我们的父亲，改变我的母亲，主啊，求你改变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怀疑，主啊，求你改变我，让我更爱你，主啊，求你塑造我，让我成为一个你的器皿。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多事呢，常常呢我们都是很自私的，我们只是想我，那就不对了。我们呢祷告的时候要相信主耶稣，你会祝福我，也会使我们的弟兄姊妹得到什么呢？蒙福。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相信，也不要自私的祷告。当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主啊，你祝福我的孩子，为别人的孩子，主啊，让你自己实现吧，不能够这样子。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我们凭着信心，主耶稣，我相信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媳妇啊，他会很进步啊，我们的孙子啊，一定会很好。我们相信，凭着信心相信我们的孙子很坏，然后神会改变他成为一个很乖孩子。那我们凭着信心祷告，那当我们为其他的弟兄姊妹的孩子或者孙子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凭着信心。很多人啊祷告的时候选择，就是说我爱这个人，我就凭着信心祷告，这个人不是我什么的，哎呀我不管祷告，耶稣你凡事都知道，哈利路亚阿们，不能够这样子。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祷告的时候，无论我们的亲人不是我们的亲人，我们要有信心来祷告，求主帮助他们。当我们不是一个自私的基督徒的时候，耶稣会怜悯我们。当我们凭着信心为每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耶稣一定会应允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这里命令我们不要怀疑，因为只要我们心里面下定决心不要怀疑，就不会接受怀疑。你说怀疑什么？怀疑神没有帮助你，主啊为什么你不救我，主啊。你看彼得在水上，耶稣说来，你过来。那你说耶稣主啊，那么彼得说主啊，你叫我从水里面打过去，你们是的，你过来。当彼得有信心一跨越他的脚的时候呢，一搭出去的脚，哇，他仰望耶稣的时候呢，他就在水面上走动了。你看这种信心太厉害了啊！但是呢突然间有一阵风吹过来，彼得不是看耶稣，他是看左或者看右，怀疑了。
他说：“主啊，求你救我，我要被淹死了。”那这个就是耶稣教训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要仰望他，眼睛望着他，然后呢，主啊，我爱你，主啊，求你让我来到你的怀抱，求你拥抱我。那不要有恐惧，那我们就会看到，我们一定会战胜我们人生的问题，我们会战胜我们什么呢？我们的忧虑，我们会战胜我们什么？我们的恐惧。哦，所以今天呢，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常常我也是这样子，我也是这样子，怀疑的人是小信的人，但是只要单单仰望神，就能成为信心坚定的人。我们仰望神，不要放弃。然后就算我们祷告的时候看不见任何的证据，听不见任何的声音，摸不着任何的切据，心里也要下定决心，我相信主耶稣，你一定会帮助我。我相信主耶稣，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知道你陪伴着我。我们下定决心要有信心，非常重要的是，若站在中间地带，觉得可信就信，然后呢若产生怀疑就接受怀疑，那这就是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风一个东翻腾，然后呢就无法从主里面得到什么。那我们说，主耶稣，我相信你一定会帮助我，但是主，这个不是自私的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祝福我，求你帮助我，让我成为你的器皿，让我成为你的儿女，能够照耀周围的人，让他们也可以悔改相信你，让他们可以得到你的祝福，那主耶稣一定会很喜乐。好，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今天的话语，谢谢你主耶稣，让我们明白，我们不要疑惑，也不要怀疑。我们祷告的时候要相信主，你已经允许我们，然后你已经答应我们，你已经祝福我们。谢谢你主耶稣，主啊，我们知道主，有的时候我们不信，求你原谅我们，帮助我们对你的不信。我们感谢你，我们奉耶稣的名，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都仰望，都交托在你手里，求你祝福我们的省长然后让他能够好好的管理我们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的总统赐给他们智慧，主耶稣让他们可以帮助这个国家很快的战胜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谢谢你主耶稣，奉耶稣的名也为我们弟兄姊妹祷告，求你祝福他们，保护他们身体健康，然后没有疾病可以来到他们的生命里。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